国内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发展，在一些小国家的眼里，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大国的形象了。而且我们国家经常对一些小国家进行援助，尤其是对非洲的一些国家，可以说做得很不错了。前些年也有一些国人选择去非洲开金矿，之前就有一个河南的大叔选择去非洲的金矿打工，不但在非洲挣了很多钱，而且还带回来一个非洲媳妇儿。带回的这个非洲女孩才25岁，而大叔已经45岁了。就是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。这个非洲女孩在嫁给大叔后6年的时间生了2个男孩，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由衷地说还是中国好。这个非洲女孩当时是在工地负责做饭的，可能是因为日久生情，这个河南的大叔跟非洲女孩见面的次数多了，两个人都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，所以在大叔回国的时候就把这个非洲女孩给带回来了。你们那里有人娶外国的女孩吗？本期节目到这里。